本来准备吃完饭迅速出门的，但是我们的 ID 群里面有个小伙伴问了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人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特别是如果我现在有一份工作，那我怎么确定我这个工作到底对我的职业生涯是一个良性的促进还是一个恶性的抑制呢？这个 X 轴是你的工作机会，也就是在你的人生中你会经过许许多多不同的工作，你这个 Y 轴的话就是你所能够带来的价值，然后你是一个人是在这里开始。那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会获得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我不知道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餐馆打工，当时还是个学生在赫尔辛基。然后当然你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之后，它是可以给你创造价值的。对我来说，当时给我这份工作给我创造最大的价值当然就是工资。当然你有了第一份工作之后，慢慢的随着你的自己的价值的成长，你会发现你的价值越来越难往上走，到时候会进入一个瓶颈期。一旦你碰到了瓶颈期，你觉得工作的价值并不会很好的往上涨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你需要认认真真的考虑是去找第二份工作的时候了。后面的工作其实也是以此类推了，一旦你进入一个瓶颈期，你其实就应该把你的找工作的事情好好的列入你的 to do list， 然后去找到下一份能够把你的价值往上提升的这么一份工作。有很多人在自己的工作中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会有一个我想在这里画一个骷髅头，好吧，假设这就是一个骷髅头吧。其实这个图里面的信息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理解，就是你一旦碰到了自己工作的瓶颈期，它的价值不再往上走，那个瓶颈期就尽量是越短越好。如果拖的时间太长了，你一直在那个 comfort zone 里面不往上提升的话，到时候你找下一份工作的机会其实就是会越来越难。那其实这个图里面有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个价值这一点。然后我们 ID 群里面有个小伙伴他提出来的一个模式，其实我觉得还是挺简单好用的。他基本上有三个点，他觉得是可以作为这个价值的一个辅助的一个衡量的标准，一个是人脉，一个就是工资，另外一个就是能力。就是说你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你都应该考虑这三点。人脉就是你在这个工作上你能够认识到一些什么人，他们能够帮助到你一些什么事情。另外一点就是钱，钱的话当然这个最好理解了，就是你的工资有多少，然后你的公司的福利是什么东西。然后另外一点就是 skill， 就是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程序员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你能学到的是什么，你做一些什么项目是一些什么有意思的事情，能够帮助你提升你个人的编程的能力啊，或者沟通交流的能力啊。所以这三点在他的这个逻辑框架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三点都为一个正数的话，在这个工作中都能够提升，那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那你就保持好这个工作继续往下干。但如果只有两点而没有三点，只有两点的话，这个时候你就要看一下它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工作，但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工作，你还是可以继续在这个工作上面持续的干下去。但如果只有一点是加号，而其他的这两点都已经不是加号了，比如说你只有工作能力在提升，但是你的人脉已经不提升了，你的工资也很难往上走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慎重的开始考虑你要怎么去找到下一份工作。但是如果是所有的三点都不往上走，简单的来说就是你得换工作了。